Hello， 我是大叔，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4 金牌到现在 S10 拥有三个账号专精中路派克的玩家。他的第二个账号 S10 使用派克323场 68.78 胜率 KDA 3.83 是 League of Grass 砍服派克排行榜第二名，总专精高达185万的派克。城中派克使用的符文刀锋之宝即刻冲击眼球收集器残虐猎人迅捷水行者，小符文四性两颗，一颗生命装饰技能点燃闪现，出动顺序长剑加山水，残暴自立畸形之靴，暮色黑刃，妖魔鬼刀，夜色原界，暗影战机技能点法 QEW 一等点一，如果要偷野一等才会点 Q。 关键技巧，大部分中路派克玩家为了跑线支援会带海神斧，敌人也会竭尽所能往你脸上推，但他不带海神斧是因为他有非常专业伪兵技术以及对兵线的理解，不执着于兵线，搭配水行者随时跑线支援队友，只要多到敌人就会启动滚雪球效应。派克一等时先不要点技能，先去敌方 buff 查视野，等待好时机就用 Q 通。如果兵线快到塔前时就得放弃偷 buff， 失去经验可不是开玩笑的。有机会也可以绕后用 Q 或 E 来跟对面做换血。刀锋自保派克拥有高伤害，一等一过去普攻三下拉回来，第二次进攻使用一闪，往往能把敌人打到头破血流甚至击杀。但遇到强手会比较难受，需要多次尝试用E来跟敌人换血。派克对付近战一较好命中，触发刀锋之宝被动回血来制造优势。派克与敌人很近时使用 Q1 一勾一退拉打来控制敌人，又能减少被攻击的机会，甚至靠墙还能把敌人勾过墙。派克 W 增加跑速加妖魔鬼刀，最终使用 WEA 闪 QR 几次穿透装的伤害，可以轻松秒杀任何脆皮角。派克团战如果状态不好，可以使用 W 拉开与敌人距离，等待适当时机 R 斩杀加一撤退，也因为一范围限制，敌人也不好抓到派克，之后一样伺机而动，继续使用 R 加一来斩杀下一个敌人。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韩服精英专精派克城中派克的精彩操作。
and guide where monsters are born.感谢各位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 里面可以组队交朋友或是找到我哦。还有，别忘了来看看跟英雄俱乐部 2.0 不同风格的其他频道，或许有你们喜欢的影片内容。我是大鼠，下部影片见 ，See ya。